我估计咱阮2010还2019就开始包肉粽，做包肉粽。啊，每摆包肉粽拢足热的哦。我就是讲，啊，今年就不要包肉粽了，我们就来关底吹冷气。有选举以来，拢许个阿嬷安尼甲我做歌。难得，我有礼物。妈妈煮的很好吃哦。谢谢谢谢。我专门早起点暗时做，偷偷摸摸跟自己做。为什么要偷偷摸摸？有人帮？我在不睡觉吗？不能睡觉啊！我昨天空了再回来嘛。做几点钟的好吃？来传嘛，看一下官邸，行行看看。握手。谢谢，阿妈过来喝威士忌啊！高粱。